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734集的节目。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大家伙啊，他是致敬了变形金刚巨万猛大帅的玩具，关于版权的关系呢，给他命名叫做海参崴。这个玩具本身变形很简单，也是比较推荐的玩具啊。但是它有一样东西要特别讲一下，就是它的发光装置很多，但却要我们自行做一个组装。啊，这个有一点点让人觉得恼火啊！这个用磁铁或者是用遥控器啊，都可以去触动它。但是呢，我们只能二选一，也就是说呢，它里头的这个电路板啊，如果你选择了是遥控的，它就只能够是遥控的装置来触发，除非你把它拔出来再做一次切换啊。那我手上的这一款的话呢，这个是遥控的一个电路板，就是说以白色的这个亮为基础的话。左右黑，那这个就是遥控的啊，是用这个遥控装置去做一个驱动的。那如果说像现在照片里头这个呢，是白色在底，然后黑色两点是垂直的，那这个呢就是一个触碰的形态啊，就像我现在用这个枪的前面这个磁铁呢，可以去触动它身上发光的装置。那如果你发现它触动不了的话呢，你就稍微去摇动一下，有时候呢它就会去可能接触不良而已，稍微碰一下呢它就会再亮起来。啊，或者是说，哎，对，这样接触一下，它就会重新发亮。那安装电路板的话呢，会占用蛮多的时间的。那这些一触动之后的光源呢，基本上呢，几分钟之后呢，它们也会自动的去作用，自动会去熄灭啊。而既然是猛大帅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提到风刃啊，它有附带了一个组简单拼装的风刃啊，这个不看说明书呢，也能够把它拼起来的啊。这个大家就算没有接触过女体，也看过风刃的造型嘛，对吧？你看一看就知道怎么去组装了。当然，这个比例是不太正确啊，风刃是没有这么大的，但是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它也是有一个基本的可动的，比方说的话呢，我们把这个给拿下来，手臂的话呢，360度的转动啊，然后手肘可以动，手腕不能动啊，脚只能够膝盖啊跟这个大腿的地方可以动。那后面的这个翅膀是卡死的，就不用指望了。头部的话是一个球形关节啊，可以稍微动一下。如果你想让风刃坐在这个蒙大帅的身上呢，也是做得到的。另外它还有附带了一个这个它的一个守卫的车子，是叫猛攻嘛还是什么？它是有履带，然后这个炮台可以上下动啊。如果你喜欢的话呢，你也可以把它安插在这个里头。但是呢，这个放进去之后的话，会有一个缺点，就是会很吵，咔啦咔啦咔啦的啊，就是很多的噪音。然后玩具的背后也给各位看一下啊，哎，广角镜头就是方便啊，这么大的玩具我们也是可以轻松的，做一个展示。这个后面的话也是有这个触动的这个发光的一个装置。那背后的这个肩炮的话呢，本人可以上下左右动啊，大家可以按照你喜欢的形象去做一个调整。那它的一个头雕的话，给各位看一下，头雕的话呢，它的面部的话呢，眼睛发光之后很好看啊。你也可以把这个墨镜给收进去，但是我个人觉得收进去的话呢，就比较没有那么好看，我们还是把它给这个都已经做了墨镜给你，你就把它给戴着吧啊。那头上的天线的话呢，也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小调整。胸口的话呢，这里应该刚给各位展示过了啊，打开可以打开，里头可以安藏其他的物品。然后这个肩炮，这里有一个肩炮，我们可以把它拿出来，把这个炮呢给拿出来一点，这样子的话呢，就会靠在这个肩膀上面。那我们来看一下吧，它的一个平举啊，有一个过渡，而且这个支撑力度还是挺好的，两侧挺平举的一个。支持力度都很好，那本身关节的紧实度也很不错。腰部旋转的虚位有一点大，不过这么大的玩具也是没办法的事啊，声音很清脆，很响亮啊。然后手臂360度转动，各位都应该听到了。然后二头肌也是可以转动的。那手肘啊，因为手肘变形的时候呢，有需要一个折上去，所以它有一个双动关节。那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没有过度，但是也不至于说多割裂，所以也还好了啊。那脚的话呢，也给各位看一下它的一个可动。脚的话，前后左右踢，前后的关节都很紧。侧踢啊，也是有齿轮关节，支撑力度还算可以啊。你不抖的话，基本上立柱是没有问题的。脚踝的话呢，是只有前面这里可以动啊，这里也是有一个发光装置，但是这个脚这个地方的发光装置呢，有时候你要去敲一下，它才能够去触发到啊。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膝盖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有一个护甲的，这个地方卡扣要稍微按一下，才能够把它给扣紧。那本身的话呢，就是很沉很重的一款。那细节的话，大概跟官方前几年推出的那一款 IDW 的猛大帅呢，其实细节来讲的话，可能还再稍微少一点啊。
那不是很多，但是呢有一种古早玩具的感觉了啊，然后手感也不错。那我们来进入这款海参崴的变形过程了啊。首先的话呢，拳头把它给握紧，然后这个地方打开，把这个拳头给收进去啊。这里是有个卡缝的，记得卡上去。然后拳头的话转到这个方向，这里，这个的话一样啊，手臂的话转到这里，这个炮是朝前的啊。然后呢，把这个拳头给收进去，这个地方盖起来。这边盖进去的时候呢，这个地方要对准这个卡槽啊，这边扣上去。好，到这里。然后再然后呢，把这个头啊，只需要往下压就可以了，往下压。然后这个天线记得把它往前面，这样它能够压得深一点点。那再来就是把脚的话呢，给往前面打平，往前面给打平。把它放下来之后的话呢，这个脚的话呢就往前面放下来。然后的话呢，这个脚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凹进去，你看到这里是个内外，本来是卡外面，现在我们把它小移动，双动关节移到扣到里面来。然后呢，这个部件的话呢，可以往前面放下来，这整个盖板都往前面放啊，到这里。然后这里的话呢，还有一个板子过来，翻出来，把它做一个补充在这里。好，然后两腿做个简单的小合并。那合并完之后啊，还有一个要做的动作，就是它其实是有附带这个轮子，轮子我们还是要把它给翻出来。轮子的话呢，一共有六处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然后。好了，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是一个有着不错的滚动性的一个超大型的战舰。那它附带的这些配件的话呢，就是把它给扣上去就行了啊。有没有一个就是真的就是一个大玩具的感觉啊？我自己还是蛮喜欢的啊。然后这个武器可以扣在这里，非常巨大的枪。然后另外一个也是很大的枪。好，事实证明我没有办法摸黑。用我的大枪找到那个洞啊！好了，这个就完成了我们这个战舰的一个形态。哎，不对，这个应该是往后放，这个应该是往后放。好了，有没有很简单、很舒压的、很舒压的玩具？那如果说你有一些小比例的一些玩具的话呢，可以跟它做一个简单的互动啊。当然，锋刃还是一句话，锋刃本身是不应该这么大个的啊。你有一些小比例的玩具，越小越好，来跟它做互动会更加的有趣。那这就是它的一个军舰的形态。然后呢，因为我自己有官方的那一款60公分的版本了，所以要相比较之下的话呢，这一次的这一款的话，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因为它体型没有那么大，所以导致于说它的一个一体性反而比较好啊，它不会很容易断。你看我这样子放在，就是你这样拎着啊，它不至于说整个就散掉啊，很重。你看我单手持啊，它不会整个就散掉。这个的话呢，在一体性上就有一个很大很不错的一个加分了。来，我们把最后的话呢，一个基地的形态给各位做个展示。武器先把它给拿下来了啊。然后呢，我的建议吧，先把这个地方给打开，然后呢，手臂的话呢，把它给翻出来。翻出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将这个胳膊给打正，推到后方去，到这边。这个东西的话呢，这里把它给翻出去，这里先把它给往外翻。翻出来之后呢，我们的这个枪就可以推进来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把它给转到正上方来，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让这个发光的装置呢，能够跑到啊镜头的前面来，这样子方便等一下我们做一个展示啊。把这个停机坪这个地方给打开。到这边啊，另外这胳膊的话呢，打起来到这边啊，这里，它的一个变形的主要的一个目的的话呢，都是在于把发光的装置呢给转到前方来，啊，比方说呢，这个可以看一下，然后呢，它的这个位置的话呢，可以把我们这个防御的这一个班坊吧，还是叫猛攻啊，这个家伙的话呢，就把它扣在这里，这样一来，这几个高楼大厦群的话呢，就算差不多是变完了。再把它的腰部旋转完成，然后把它腿上的几个轮子呢，通通都收进去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的腿部呢朝侧边这个地方给打开。打开去之后的话呢，这个地方有一个关节可以折进来的啊，各位刚刚应该都记得啊，这个地方推出去，再把它给往内，这个地方把它给折进来，折成一个大概是90度的一个形象。再来的话呢，我们就把它的这个板子的部分呢往上面移上来，先到这里。我们先把它的
腿的话能够平放哦，比较好给各位做一个展示。好了，到这边，那这个地方转成这个样子啊。再来的话，把它的一个这个盖这个板子的这个地方它有一个卡钩在这里，我们稍微把它给松开一下，这个地方把它给掰出去。哎，怎么今天怎么感觉录节目的时候它都感觉各种紧啊，这个地方把它给翻出去。这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摆到这边就行了。那最后的这个大型的兵器的话呢就是扣在侧边。好，到这边。另外一侧呢也是一样的。这个摆这种玩具的时候呢就有一种返老还童的即视感，对不对？它的基地形态还有一个地方啊，就是这里把它整个给推出来。这个输送带往前面拉到底，拉到最底为止，它有一个斜下坡，斜下坡下来，这个地方打正啊，这样子的话呢，才是最后变形全部完成。那这一根炮的话呢，它要插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插口，插在这里。但是呢，我就暂时先不把它给安插上去，因为呢，我需要它的话呢来帮我们点亮一些这个身上这些发光的装置啊这些。好，我们关灯来给各位展示一下猛大帅这个都市形态的夜景啊。发光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啊，我很喜欢它这个高塔状，然后上面这个特别这个格子状哦，好像就那种大楼啊，有某些楼层某些办公室里头还有人在里头挑灯夜战的感觉啊，看上去气氛真的是非常的不赖啊，我真的是觉得它这个格子状的这个效果是做得很好的。那其他的这个角啊，其他地方这些防卫的这些工具的一个发光装置的话呢，我觉得都是有加分到的。那这个玩具本身最麻烦的地方就是在于它需要花很多时间自己去安装这些电路板啊，是让人觉得稍微有点恼火了啊。但除此之外的话呢，它的变形的一个简单，还有结构的一个完整，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小尺寸的话呢，也不至于像官方的那么大。当然大有大它的好处啦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玩具真的是比较适合做一个把玩。展示性的话呢，我真的觉得这一款的基地形态，真的是一个非常让人耳目一新的设计，我个人觉得还是蛮推荐的啊。如果各位行有余力的话呢，这款玩具的话，我是蛮推荐你可以把它带回家的。如果你还有很多小比例玩具的话呢，这个会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搭配的场景。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